降生唔单止系赦免我哋嘅罪，耶稣降生系各方面所有嘅恩典咧，耶稣系带嚟俾我哋嘅。咁所以咧，我哋当我哋知道有耶稣嘅时候，我哋知道我哋嘅生命可以变得丰盛。点解有啲人冇丰盛咧？因为佢冇完全嘅俾耶稣作主。当我俾耶稣作主咧，我哋成个生命就会变得丰盛嘅。首先我哋要讲一讲呢啲同耶稣降生冇关嘅。虽然喺圣诞节嘅气氛咧都几好嘅，即系。我哋又不會話佢唔好，不過呢啲同主題無關，咁咧就OK 嘅，即係我哋接受呢個世界係咁。不過咧，我哋知道我哋要傳遞一個主耶穌救恩降生嘅信息。聖誕老人唔係耶穌嚟嘅，咁所以咧無關嘅。咁咧聖誕節有好多好多嘅即係嗰啲聖誕嘅推銷啊，各樣嘅未到聖誕節，11月已經開始播聖誕歌噶啦。咁咧或者聖誕樹啦。同耶穌又冇乜關係嘅，咁嗰啲聖誕裝飾啊，嗰啲波啊 ，Jingle Bell， 四圍都聽到啦 ，Jingle Bell，Jingle Bell， 又係呢首歌唔係聖誕，即係呢首歌係聖誕歌，不過唔係耶穌有關嘅聖誕歌嚟嘅，聖誕花又唔係嘅，嗰啲鹿又唔係嘅，同埋咧就Season's Greetings， 因為有啲人咧佢唔中意 Christmas 啊，因為有個 Christ 嗰個名咧，佢就將佢整咗做 Season's Greetings， 就係話呢個季節嘅一個問候。中文譯做咩話？有個另一個翻譯嘅。咁咧，總之嘅意思咧就係話，佢喺聖誕時嗰啲聖誕卡咧係冇 Christmas 呢個字嘅，因為佢哋唔中意基督呢個名。咁所以咧係一個季節嘅問候，就佢哋有啲聖誕卡，我諗大家都見過呢啲嘅呢個名呢、這個字啊 ，Season's Greeting。好啦，咁而聖經係話俾我哋聽，我哋嘅救主降生咧係帶嚟好多樣嘢嘅。喺呢度裏面咧講出好多樣嘢出嚟嘅，我哋再留意一睇裏面有啲乜嘢嘢嚇。以賽亞書9:6-7一齊讀啊！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好啦，全面性祝福呢度有啲乜嘢全面性祝福咧？呢度有啲乜嘢祝福咧？睇到啲乜嘢啊？大家睇到可以大聲講出嚟得噶啦。平安啦嚇，你可以由開始講起喎。由開始講有啲乜嘢啊？大聲啲啊！係啦，有一子耶穌賜俾我哋啦，佢帶嚟啲乜嘢啊？政權喎，即係咧，耶穌嘅國天國咧係有一個政權嘅，一個掌管呢個世界，將來係永恆嘅。就算而家都係掌管嘅，不過咧，佢掌管嘅係一個屬靈嘅國度。咁呢個國度係永遠嘅。好啦，仲有啲乜嘢添啊？佢係奇妙嘅。係好奇妙嘅，係超乎人想象嘅。跟住咧係咩啊？測試喎，又另一樣嘢喎，即係佢係一個 counselor， 即係俾我哋最好嘅智慧同埋忠告。佢又係乜嘢啊？全能嘅，即係乜嘢都做到嘅。佢又係永在嘅，永在嘅父嚟嘅。仲有帶嚟啲乜嘢啊？和平喎，呢、這個和平咧可以同神和好，同埋內心嘅平安啊。可以平安輕省啦。咁呢度咧，跟住咧就講到都係有政權啦，係加增無窮嘅，佢嘅一路直到永遠嘅，係冇止境嘅，亦都有平安啦。同埋個國家仲有啲乜嘢添啊？有公平、公義喎，係公平嘅。呢個世界而家係冇公平嘅。譬如好簡單，好多人做好多嘢，但係佢未必得到好嘅回報嘅，亦都。好多時我哋會收到一啲唔應該有嘅，即係譬如有啲唔公平嘅對待嘅。咁呢個世界上的而且確唔係公平嘅，亦都唔係公義嘅。但係咧喺神嘅國裏面咧係公平公義嘅，咁咧係一路到永遠嘅。好，嗱我哋首先咧就係聖誕節最緊要第一樣嘢就係話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嗱有啲人咧就好反對，佢話唔好慶祝聖誕。佢話聖誕嘅來源咧係來源自。不是基督教的來源，是其他的宗教來源，有乜所謂啊？佢個來源唔係，咁啊點咧？總之我哋呢個時候，我哋紀念耶穌就冇問題噶啦。即係所以咧，即係有啲人都傳噶，唔好慶祝聖誕，因為聖誕同耶穌冇關。咁但係咧，即係
但我哋可以將佢變做同耶穌有關，我哋日日都可以變做耶穌有關嘅，所以咧，我哋唔需要受嗰啲影響啊。有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呢度好清楚講俾我聽，佢又係乜嘢？一間又話又係乜嘢咧？佢嘅身份啊，又係一個乜嘢咧？係一個嬰孩降生做人，即係佢係一個人，即係好明顯講到呢個又係人。但係跟住後面又講到佢係全能嘅咩啊？神喎，所以呢一個經文好清楚應用喺邊個身上咧？喺耶穌身上，因為佢係嬰孩降生啦，佢又係神喎。咁咧呢個係唯有耶穌應驗嘅，因為聖經都講到佢嘅其中嘅證據就係佢嘅權，佢嘅權柄啦，佢可以叫死人復活啦，叫跛嘅人行得翻啦，能夠咧醫治各樣嘅疾病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呢度咧就講到係耶穌佢係嬰孩降生，佢係一個仔嚟嘅，佢係一個人嘅仔嚟嘅，生出嚟嘅仔嚟嘅，賜俾我哋嘅，佢亦都係神嘅仔，佢都係人嘅仔。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就係話咧，嗱呢個世界上政權會改變嘅，呢個世界上嘅政權咧會隨著時間會改變啦。咁亦都咧，政權喺呢個世界上亦都好多時咧，未必係即係有一個永遠嘅祝福嘅。有時政權可能咧係帶嚟係一種控制啦，但係咧神嘅政權咧就係一個祝福，並且係永遠作王嘅。咁呢、咁呢樣嘢咧，我哋喺個政權裏面，我哋就唔使擔心喎。有好多人咧，其實喺而家唔係啦，香港以前咧就好多人想移民嘅，想移民去外國就覺得好啲。而家都有啲人想移民嘅，咁咧但係咧去到第啲國家，發覺咦又係咁喎，原來好多人去到美國，原來發覺美國嗰啲路咧都好多爛嘅，即係香港嗰啲路咧公路係好過美國好多地方嗰啲路嘅，係即係咧佢保養得更加好。講到交通啊，好多樣嘢更加方便，好多方面係更加好嘅。即係其實追求國家未必真係個國家世上嘅政權更加好嘅，但係神嘅政權咧係最好。咁而我哋跟從神嘅國度，喺神嘅國度裏面啊，先求神嘅國同佢義咧，就加俾我哋就係乜嘢咧？好想神嘅國度嚟到更多人身上。當我哋啲人信耶穌咧，佢哋就入咗神嘅國度啦。入咗神嘅國度咧，就唔需要簽紙。申請唔需要呢、譬如你想移民去美國，你需要申請，你需要有方法，你需要咧有錢，然後咧你先可以申請嘅。但係進入天國裏面咧係唔需要嘅，只係我哋心裏面深深相信，依靠耶穌，我哋就喺進入呢個政權裏面啦。即係話進入神嘅天國，並且神嘅天國點咧，就係佢掌權嘅。你話神啊，你做話事啦，我願意聽你嘅説話。呢、这個地方就係神嘅掌權嘅地方，而我哋入咗天國咧，我哋就天國嘅子民啦。譬如有啲人話：，哇，我係某一個國家嘅子民，好似咧覺得好有，即係話譬如好多福利啊，嗰個地方好有富有啊咁。但係我哋喺天國裏面咧，嗰種福氣更加大嘅。咁希望大家咧就話，我哋天國裏面係最好最好嘅，因為萬物都係神嘅手中。他名稱為奇妙，我一齊讀下《哥林多前書》2:9。如經上所記，神係愛他的人所預備的事，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即係佢為我哋預備嘅嘢咧，係眼睛睇唔到，咁人嘅耳仔又冇聽過，人嘅心又冇想過，係你諗都諗唔到嘅。咁有啲人話係唔係真係咁好咧？咁其實喺我，譬如我自己本人係一個貧窮嘅出身，但係神俾我有咁多機會去得到咁多教育啦，得到整個生命嘅祝福啦，得到咁多方面學習啦，得到咁多機會去祝福人啦，得到神俾我供應我，以至我可以全世界去啦，甚至咧不同嘅國家嘅人都會想我幫助佢咧，又嚟揾我啦咁。我覺得係福氣嚟，因為我能夠幫到咁多人，即係好奇妙嘅，係我以前諗都冇諗過係會咁奇妙嘅。咁亦都我嗰啲經歷嘅神蹟奇事。我為人祈禱嘅神蹟奇事啦，我搭飛機嗰啲神蹟奇事啦，我遇到困難嘅神蹟奇事咧，真係成日都發生嘅。咁所以我真係睇得到行神嘅路嘅人係真係咧，你嘅路咧係你想象唔到嘅咁奇妙嘅，係你諗都諗唔到嘅。嗱，你而家呢一陣你諗一諗下，你將來可以變成一個咩人咧？嗱，你可能你諗到咩咧？我將來可能有啲人會諗。一諗到經濟喎，希望你唔係淨係諗到經濟喎，諗到你將來結婚有個好嘅配偶，
或者咧係諗到將來你點樣發揮你嘅生命，但係咧可能你諗都諗唔到會去到嗰個位嘅喎，即係你諗都諗唔到你可以發揮嘅程度係你想像唔到嘅。神會俾你嘅恩典係極大極大，而且呢啲一切都記念喺神嘅冊上嘅。將來去到天堂嘅時候咧，神就永遠賞賜，永遠紀念你所做嘅一切為主而做嘅，神都會好歡喜。咁真係你話哇，我一生真係好奇妙。譬如我自己嚟講咧，神俾我好好嘅教導就係神嘅愛啦，分辨律法與福音啦，分辨恩典同埋律法啦，點樣活在神嘅愛中，點樣被神嘅愛推動。呢樣嘢咧係好奇妙嘅安排，即係講到奇妙啊！係我諗都諗唔到，我喺我第一個太太佢已經離世啦，但係咧因為佢嘅緣故，我就去到即係去到呢個外國嘅國家嘅時候咧，我就喺呢個教會裏面咧，那個牧師就帶領我認識到路德會嘅信仰嘅美好，又跟住我喺路德會嘅神學院啦，我先知道嗰種恩典嘅美好啊！我仲記得嗰陣時咧，我太太咧仲喺一間鋪頭嗰度咧，即係有時 part time 做一啲工嘅。喺我讀神學嘅時候，咁我咧就去到嗰度咧，就見到個老闆喎。我見到個老闆咧，我又同佢講啊，我話咧，我喺神學院學嘅好好啊，因為俾我睇到神嘅愛好大，神嘅恩典好大。咁我一路講咧，佢喺度聽都好集中精神咁樣聽喎。咁而我而家咧，我即係去到好多地方話俾人聽，神真係好錫我哋，好愛我哋，我哋日日享受神，可以咧好似挨住耶穌。一祈禱咧，又有平安輕省咧。我去到好多地方，啲人都話：哇，原來諗到神咧咁舒服嘅，可以享受嘅。並且個個祈禱咧，以前即係好多人祈禱就會諗到就要好似好辛苦咁啊。但係而家祈禱咧就諗到我係享受神，多謝耶穌，感謝耶穌，哈利路亞。即係所以我可以享受神。曾經我試過喺機場要等好多個鐘頭，但係咧我唔介意，我一路感謝耶穌，享受耶穌。即係呢啲係我以前諗都諗唔到嘅。就算我未經歷聖靈充滿，我記得嗰陣時我喺初信主嘅時候，嗰陣時我仲用聖經同埋咧一本叫《活水》嚟到靈修啊。咁我記得好清楚，我每一次靈修完咗，我覺得好平安嘅。嗰陣時我唔知道呢個就係神同在帶嚟嘅，呢個其實都係神好奇妙的工作，即係我好深刻嘅印象。原來每一次親近神咧，神嘅祝福都會嚟到。咁我希望大家咧記得你嗰啲經歷過啲奇妙啲嘢，你記得翻咧，你就係講翻俾人聽。呢個神歡喜嘅，你記得啲咩嘢，你就講翻俾人聽咧，你就作美好嘅見證。咁我記得翻，真係嘅，每一次我都記得翻。有一次我要執個網球波，點樣知有支藤？一支藤啊，係全條藤咧，即係真係好似藤咁啊！我諗如果批曬嗰啲咧，整乾嘅變咗藤條噶啦，即係佢全條個藤上高都係刺啊，係有咁長到嘅刺，一彈彈落我呢個側邊嗰度，哇！如果彈正個眼，隻眼已經盲咗，我又感謝神，即係其實好多大事小事，我試過兩次跌咗喺頭嗰度嘅，但咧兩次都冇事。我就感謝神，真係咧好感謝神，因為可以而家已經係植物人都得㗎啦，已經係做咗。但係神咧俾我，所以我希望大家每一件事你發生過，你經歷到神嘅祝福，或者透過你祝福別人，你就記得神幾咁奇妙。哈利路亞！每一個人都有你奇妙嘅故事喎。呢有幾多個人有你奇妙嘅故事？你睇到耶穌嘅奇妙，舉手睇下有幾多個人有。咁你咧就預備好你啲奇妙嘅見證，成日講俾人聽。點樣講得更加好，讓人聽到嘅時候咧，即係哇神真係好啦。譬如我始終係好深嘅印象，就係當呢個布魯加為我按手祈禱嘅時候，嗰種電流啊湧入嚟，哇！從一聲入嚟，即刻哇嗰啲愛咧湧流喺裏面咧，真係我永遠都唔會忘記嘅。而我係會一路記實，神嘅愛真係可以激勵，神嘅愛真係咁真實，我心裏面就好歡喜。我希望大家都係咁歡喜神嘅愛啊！佢又係測試喎，佢係充滿智慧嘅。詩篇147:7第五節一齊讀下。我明啲主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無法測度，即係佢嘅智慧係超乎人所想像嘅。左邊呢個圖咧就係其中我哋腦部嘅神經，即係其實呢啲係好粗略嘅。其實我哋嘅神經咧，如果將佢變成為普通嘅電線咧，我哋腦嘅神經你有幾多條咧？
係用九個音樂嘅大禮堂先裝得曬啊！咁多裡面嘅數目啊，係億萬條呢啲神經線啊，運到全身角度，而呢啲線咧係條條都好幼好幼，幼過粉絲啊，幼過你嘅頭髮啊，係好幼好幼，但係每一條就係傳遞好重要嘅信息。當然呢啲其中一啲咁嘅神經壞咗嘅時候，就會有啲問題啦。譬如有啲人手麻痹咗啦，唔識得喐啦，或者係半身不遂啦，就係呢度其中一啲咁嘅神經線啦，係壞咗啊。當我哋諗到神能夠做到咁多神經線掌管我哋嘅身體，而全部都係用電嚟到傳遞喎，而嗰啲電咧唔係用電線喎，係用化合物。嗰啲化合物咧，嗰啲離子啊，點樣發生咩事咧？佢就有啲咩離子嗰啲電流咧就會流過。就傳遞信息，即係話個眼傳遞信息，同個耳仔、同個鼻、同埋皮膚傳遞嘅信息都係咁嘅電流。但係去到個腦裏面咧，佢就會分析啦。呢啲咧就係莫扎特嘅音樂，呢啲咧就係風聲，呢啲咧就係媽咪摸我嗰種嘅柔和、嗰種嘅舒服嘅感覺。呢個咧就係好開心嘅感覺，即係每一種嘅感覺就係透過呢電流。其實神真係好有智慧。當我哋試過有少少嘅意外，無論你係身體邊一部有啲痹、有啲麻、有啲唔舒服、有啲痛，你就知道當佢健康嘅時候係幾咁好嘅。咁我哋感謝神，佢嘅智慧係無法測度喺人嘅身體，喺個整個身體，喺個宇宙，同埋喺神喺人嘅計劃，你整個生命嘅計劃全部計劃曬。咁所以我哋睇翻我哋嘅計劃，我哋睇到神真係咧，佢係最好嘅測試。嗱，有好多人信耶穌咧，佢又冇使用神呢個智慧。神咧係有無限智慧嘅，點解咧？佢就用自己嘅智慧。我都係咁樣決定啦，我都係咁樣做法，我都係咁樣選擇呢個路向，我都係選擇啊同呢個人戀愛，我都係選擇做呢份工，我選擇去呢個國家移民去做啲咩嘢。但係當你係自己選擇嘅時候，你就自己就係、是。On you, it's all on you， 是你自己負責了，就不是神負責。但是當我們說神啊，你帶領我，我願意聽你說話，那就是神負責。神負責的，他的智慧是無法測度的。那你就將來呢，你就真的呢，其實 我應該你都要將我的所有的見證呢寫下，就是不要只是口講，寫下了，將它寫，我鼓勵大家都寫，就是你留意到有什麼小事大事在你生命中經歷的。就算有時好簡單，就算我食嘢我都覺得可以寫嘅，就話哇，神做嘅嘢真係好食，我真係可以享受。我哋經歷過點樣神祝福我哋，點樣有平安喜樂，有祈禱睇到啲人改變。即係當我去到不同國家去祈禱嘅時候，見到啲人嘅改變，我真係好感恩。佢哋話乜咁簡單，原來咁又可以經歷聖靈㗎啦。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好難好難嘅，咁係神好容易經歷㗎嘛，神好近㗎嘛。咁你愛佢，你渴慕佢，你個心打開，佢咪會嚟咯。咁佢就會幫我哋噶。咁所以咧，真係神係佢嘅智慧係無法測度，唔單止係世界。咁我哋如果睇嗰啲雀仔，如果你得閒上網睇 ，beautiful birds, beautiful fish, beautiful animals, beautiful 乜嘢，你去揾嘅時候咧 ，butterflies, beautiful butterflies， 你會睇到全世界好多種好靚嘅雀仔。真係咧，我哋今次咧，啱啱咧，我同我太太去啱去旅行。啊，兩日嘅，見到只雀仔好得意喎，喺我哋前面，我哋都趕唔切影佢，伸起條尾啊！佢咧就點咧？條尾本來一條咁，一伸開，哇，揈兩揈，啊，有時啲雀仔好得意啊，啲動靜咧就揈兩揈咁啊，啊咧好靚，真係好靚，啲顏色又靚，即係神嘅智慧真係無法測度。我哋睇到嘅時候，我話人真係冇辦法整到啲咁靚噶啦，你睇人嗰啲衫嗰啲色咧。是不似那些動物的色那些那麼漂亮的，尤其呢你大家知道那些 hummingbirds 即是 hummingbirds 即是那些蜂鳥啊，好像不是蜂仔那 樣那些蜂鳥那些顏色呢是很不同的，是靚的咁呢，就同埋啲蝴蝶呢，原來蝴蝶那些靚面呢，不是它們的鱗面呢，是一種反射作用來的，即是很奇妙的一種，很奇妙，很細的，細到是我唔記得咗，總之係唔知1.5 mL 啊，係要用電子最強力嘅電子顯微鏡先睇到佢嗰啲鱗片幾細粒嘅。咁呢啲都係神嘅創，即係好奇妙、好奇妙嘅智慧。而神最大嘅智慧喺
拯救我哋同埋改變我哋生命，提升你嘅生命。如果有個咁奇妙嘅智慧嘅神為你設計，係咪一定好過你自己設計咧？你會話啊，我自己設計啦，我自己設計，你自己設計總係會出好多漏洞。但你話神啊，你一步步帶領我啦，我求你帶領我，你就自然你行到前面嘅路，你發覺好掂嘅。嗱，我哋就係、是、神就係俾我哋呢位奇妙測試，已經好夠啦。但有其他話全能嘅神，以賽書四十章廿八節一齊讀啊！你豈不曾知道嗎？你豈不曾聽見嗎？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他是全能的，他不疲乏，他不困倦。我們沒有想像的，如果人不睡覺兩日、三日、四日，哇，已經眼瞓到不得了，懵曬了，已經講說話好像可能會傻了咁樣。但神是永遠都沒有睡覺的，由永恆到永恆都不用睡覺，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能力、這麼大的智慧、這麼大的清醒程度而不用睡覺呢？我們沒有想像，但神就是這樣。我感謝神，這個世界就有位這樣的神，是自有永有，是無始無終的一位這麼全能的神。他既然我們看得到的是什麼？他能夠幫我們衝破環境，即是你環境多困難，他有絕對的能力去幫你衝破。我自己很多次，很多時候我帶一隊人出去宣教或者去帶領聚會，我就跟他們說，哇，一會發生什麼事我們不知道，但是神會做事，我們就信教他，我們親近他，神就會做奇妙的事。我們真的去到，真的神就做很奇妙的事。或者有時有些人請求我幫他一件事，我說我沒有把握的，但是神有能力，我們呼求神，求神去做事，真的神就做工了。真的在我遇見的事、處理的事，真的很多神蹟的，很多是不可能的，但是神去行神蹟奇事。所以希望大家，我們的神是全能的，衝破環境，他能夠醫病趕鬼，你上網看 It's supernatural， 也都給大家有機會學一下英文，他可以打個字幕，有英文字幕的。如果你的英文程度有幾年班的英文程度，開始懂得英文字，那你看到那個字經常出現，你就查一下那些字，那你學一下學一下，你那些字就會懂了，懂了英文是 很方便的，因為去到全世界都用得著。還有你看這些見證是有很多很多，你會看到一些不可能的，即直接沒可能，為什麼可以呢？死了一個鐘頭、幾個鐘頭，死了一日、兩日、三日都可以復活之後，是沒有變成植物人，按照平常是一定變成植物人，但是他居然可以好回。或者有些呢，醫生說他的肝臟爛了，即是在網上有很多這些見證的，是已經壞了。也都有一個呢是劏開的，準備解剖，他媽咪說不要解剖，但已經劏開了，不要再繼續劏，我為他祈禱，真的他生回了。那他就作見證，他真的拿開個肚子，真的整把刀痕在這裡，即是神真的是一位很奇妙的神，我們有一位很大能的神。希望大家，很多基督徒就是這樣，他有和我無關，就不相信我們都可以有。其實我們個個都可以有，你有信心，你不要說、哎、我現在用了很多需要醫治，你就說我願意給神用，神就開始醫治你和使用你，你就會行一些神蹟奇事你想都想不到的。我希望大家，我們中間不要說、哎、呀我不行，我的智慧不夠高，不要緊的，神可以使用愚拙的人，叫那些智慧的羞愧的。所以你不用怕，你只要有心，我願意親近神處理生命。其實很簡單，親近神經常想著耶穌，由早到晚感謝耶穌，多謝天父，心裡面經常想著耶穌。然後那些不好的人，這個世界上周圍都是，因為他是罪人，不好的人怎樣呢？不用介意，不用經常想著他，不要想他們，他們那些不好的東西你就簡化了，那這個人就輕鬆了。基本上兩樣而已，經常想著神，不要想著人的不好，那你就親近神處理這些問題，你就有力量，你就可以給神用了，甚至叫死人復活。我都看過一個見證，講到有，即其實有不同的見證，在網上是有死人復活的，即真的今天都有人死人復活。神既然是全能，這麼大的能力，那你是不是用電池的能力呢？很多基督徒是用電池的能力，只有很少而已，所以他的改變是不大，他說的說話你聽得出他沒有一種生命的改變。但有些基督徒你聽到他說話呢，很有信心，很有能力，什麼都不怕，有些什麼人爛了不要緊，他爛了不到我，因為神幫我，神沒有人爛了都神的，這樣的時候呢，
佢咩事都唔驚嘅。我見到咩人我都唔驚嘅。見到即係如果神俾我有一日見到一啲領袖國家嘅領袖，我都唔會驚，我都會祝福佢，我都會關心佢，我都會話你想我為你祈禱啊，去祝福你同你嘅國家好唔好啊？即係因為點解？我知道有神同我一齊，我係唔驚嘅，咩人我都唔驚嘅。同埋佢又係永在嘅父喎，哥羅西書一章十六節一齊讀啊！因為萬有都是靠他做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做的，又是為他做的。嗱，呢度所講咧就係萬物都係藉著耶穌嗱，這個經文講到耶穌嘅，即係話佢係一切所有萬物嘅來源，所有萬物都係從佢而嚟嘅，所以佢係父。佢係一切，佢係雖然咧有聖父，佢係聖子，但係咧佢亦都係萬物嘅來源，所有萬物都係從佢而嚟嘅，所有人嘅聰明智慧都係從佢而嚟，所以我哋有聰明智慧，多謝神俾我聰明智慧，願你嘅名得著榮耀，哈利路亞！我成日都話係神，譬如我彈琴係神教我，唱歌係神教我，雖然我有跟人學，但係神教我點樣提升，點樣幫人輔導，點樣為人祈禱，都係神教我嘅。咁我希望大家，既然我哋有耶穌是我們的父，祂給一切的恩典，我們就從祂而來，所有看見不能看見都是從祂而來的，祂一切都可以做到的。那有些人就有見到，祂說見到，那我即這個是可以加增某些人的信心。祂說天上其實有很多 spare parts， 什麼意思呢？就是預備給人用的身體內臟和身體的器官，你壞了你求神，神就會給你的。真的有些人他真的身體內臟壞了，肝臟壞了，按理是應該死的，但是神居然賜給他恩典。譬如我自己呢，我在1988年左右，我是驗出有乙型肝炎，當然香港都有很多人乙型肝炎的。88年到現在多少年了？88、98、08、100、30年了，將近30年了。我有一次我見我的醫生，咁即係我就問佢，我而家乙型肝炎嘅情況點啊？佢話：你係其中一個好幸運嘅人，因為你嘅肝炎冇影響你嘅身體。佢話：而家其實有好多方法可以醫治肝炎嘅，但係咧你都唔使用。我就好感謝神啊！即係神會俾呢啲真係佢可以俾我哋想像唔到嘅。其實中亞洲人有好多都有肝炎嘅。咁但係你親近神、倚靠神，神俾你可以有力量、有健康、有即係從神而嚟，萬物都可以從佢而嚟嘅。和平嘅君，路加福音二章十四節，這個咧係天使唱嘅，去到牧羊人嗰度一齊宣告。其實宣告，不過多數就唱歌。我哋見到我哋梗係個圖畫就係唱，其實佢去同佢講嘅，一齊讀下。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就是神會將平安給人。其實平安是很大的禮物，因為人會煩惱、不開心、猛整、激氣怒吵、擔心、不知怎樣，但是在神裡面有平穩安靜，什麼都不用怕。我自己都預算了，如果有一天真的要受逼迫，要被用嚴刑 迫害，我就說耶穌啊，一切在你的手中，不要緊啦，我仰望你，我知道在神裡面有平安。神啊，你跟我講說話，因為耶穌說了，當人逼你的時候，聖靈就會教你講什麼說話。到時講什麼說話，耶穌說了，你不要想定先，你不用想定先的，到時就會聖靈教你的。那我有時候說句什麼呢，可能說句他們那些話出來，忽然間他說，哇，什麼你懂得說我的話的嗎？神會可能呢做這樣的事，即係我已經預咗咧，所以就算最差最差嘅事發生，我都唔會驚。最差我咪上天堂咯，或者受下苦又點咧？因為人受苦受唔會好耐嘅，咁啊可以已經可以上天堂噶啦。咁我就會點咧？我就諗住神嘅天堂啦，好快去到噶啦，好快去到啦，就唔係諗佢而家嗰啲苦嗰啲刑喎。咁而家咧，每一次咧有親嗰啲整牙啦，或者咧。或者撳啲筋有時會痛噶嘛，我就諗到有一日如果好痛好痛好痛嗰時，我都話唔緊要唔緊要，而家習慣啦先，而家習慣好痛我都唔覺得痛嘅咁，即係讓我個心有咗預備。當人咩都唔怕嗰時咧，個心就平安啦。即係你有咩事發生，神保守我，我唔使驚嘅，我唔使懼怕嘅。
同埋咧一齊讀啊，他的政權要平安，必加增和睦，他必在大衞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嗱，佢嘅政權就係地上，我哋睇到哇，有啲報道會真係好勁噶。其實喺呢個時代嘅報道會好多都係聖靈運作嘅報道會嚟噶，呢個係布永康嘅報道會，即係有幾多人你都好難想象，真係幾多人能夠俾神即係神去祝福去使用，使用佢哋去祝福好多嘅人。其實你哋都可以有一入去嘅，可以祝福更多嘅人。佢哋今次有幾個人去荷蘭，求神大大使用佢哋，有信心建立佢哋嘅靈命，睇住佢哋靈命改變。跟住咧，佢哋就哇！你哋嗰啲服侍隊個個都咁勁啊，真係咧建立佢哋嘅生命，感謝耶穌咁啊，加增你嘅信心。咁我哋嘅信心咧，由幾時開始咧？而家我都同大家講，你願意參與咩侍奉嘅，或者伴唱嘅一齊伴唱，或者你有信心，神啊，我使用我去帶領敬拜，去幫啲人進入神嘅同在，你都可以。當你有神嘅呼召嘅時候，你就放心去做咧。神的政權、神的掌管就透過你去祝福，而去到天上的掌管更加是無窮無盡的，是無可限量，在那裡是完全是神掌管，所以那裡再沒有煩惱、沒有憂愁、沒有疾病、沒有任何的痛苦、沒有任何的不開心、憂鬱、精神病藥都不用的了。在那個時候我真的想到，所以其實有信心的時候，我現在可以靠著耶穌得勝，俾耶穌完全掌管嘅時候，我唔使依靠任何嘅藥物，可以靠住耶穌得勝。一齊讀啊！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喺呢個國度咧，係裏面係公平同埋公義嘅。咁喺呢個世界上嗱，有懶惰基督徒，不過亦都有啲好熱心嘅基督徒，真係佢哋好熱心去愛主，係裏面咧係充滿公平同埋公義。公平即係話係。是公平的，不是不平等的，在裡面是就是說應份做的是會做的，應份得到的是會得到的，在裡面大家是公平的對待，也都是公義，行在神的公義的路上。這個國家是公平公義，不是一個奸詐的國家，不是一個利用人的國家，而是一個充滿公平公義的國家。在教會裡面都是一樣，我求主幫助我們這個群體是時時都一個祝福人的群體。當我們時時祝福人的時候，神的公平公義就在那裡掌管了，令到這個國家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天堂也是完全是公平公義的。一起讀一下，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神的熱心，神的熱心沒有人能夠攔阻，祂說了要做一定做的，神是很興奮，很激勵，他一定在他裡面充滿這種激勵的心去成就，神一定成就。 God will accomplish his purposes， 他的目的他一定會成就。這樣的時候我們就不用怕了，即是聖經所說他是奇妙的，他一定會成就，他是測試，他一定會成就，他是全能的神，他一定會成就，他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這些全部他都會成就的，他一定會成就他的計劃，他的能力是無可限量。所以我們在他生命中，很多人就是這樣，他有信心。在這個世界上有些神蹟學校，那你又怎樣教人有神蹟？就教人依靠神。他們真的學完就怎樣出去外面，在街上跟人說神會行神蹟，就跟他祈禱。在網上我都見過這個影片，就是說就跟那些人祈禱，立刻那些人就覺得醫治啊，或者是神令到他更加舒服啊，即係佢就有呢個信心，耶和華嘅熱心必成就這事。有信心行出去，有信心嘅人就行更大嘅事。但有好多人咧，佢哋冇信心，覺得唔會嘅，唔會嘅。但係咧，你有信心嘅時候，神會成就偉大嘅事。嗱喺呢個耶穌降生嘅事件，亦都有加比列呢個天使啦，向瑪利亞報信，裡面亦都係講到謝師有類似嘅説話㗎。路加福音1:30，我一齊讀啊。天使對他說：瑪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這個第一句說話講就是你會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神祝福你，你要懷孕生子，他的名字叫耶穌。耶穌就是取自舊約約書亞，約書亞記 Yeshua。 所以現在很多人說到耶穌，他會有時用 Yeshua。 Yeshua 意思是什麼？就是救主。約書亞的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就是說耶穌就是救主，所以耶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救我們，
救我哋脱离罪恶，救我哋脱离魔鬼，救我哋脱离地狱。当我哋真心悔改信耶稣，我哋就可以得救嘅。真心信靠耶稣，我哋一个生命，整个生命都喺神嘅救恩里面，一路从今直到永远，永永远远同神一齐有永生，系最开心嘅。有永生咧，你就好有信心啊，有担保，神会保守我。当我信靠耶稣，我哋继续信靠耶稣，一定得救。嗰啲唔得救嘅人系咩咧？佢信下又唔信下，但你继续信靠耶稣，一定系得救嘅。同埋佢嘅国权系无穷尽嘅。路加一章三十二节一齐读啊，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嗱，呢个经文亦都系讲到天使同佢讲嘅说话，亦都系讲到佢嘅国无穷尽嘅。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嘅，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亦都借先喺以赛亚书嘅经文讲到，佢自己又是神，全能的神，佢亦都是神的儿子。咁有啲人话，咁点可以有神又是神的儿子呢？因为三位一体咧系一个奥秘，我哋唔能够明白。但系个意思是咁样嘅：圣父、圣子、圣灵。咁而圣父、圣子、圣灵系点样样咧？就是圣经话一个神，但是三个 person， 即是话佢可以单独存在嘅。嗱，主要点解我哋会有呢个三位一体嘅教导呢？就是因为咧，圣经系话圣父系神啦，亦都圣话耶稣系神，或者先嘅经文已经讲佢系全能嘅神。亦都有不同的經文講到啲人拜佢啦，門徒就拜耶穌啦，亦都有Thomas 多馬就話：我的主，我的神。當佢見到佢嘅手穿咗窿，佢嘅肋旁真係穿咗窿嘅時候，佢就話：我的主，我的神。即係有不同嘅經文話俾我聽，耶穌係神，又話俾我聽聖靈係神。喺舊約有啲係又話説嘅話講嘅説話，喺新約嘅時候就話聖靈咁樣講。咁而聖父、聖子、聖靈受洗，冇理由話奉聖父啦，神嘅名啦；奉聖子，神嘅名啦；又奉一個能力嘅名啦，係咪？所以冇理由話或者奉聖父同埋一個天使同埋神嘅能力，這個就是耶和華見證人啦。佢話聖父就係神，咁然後咧，咁你會唔會受洗就奉聖父嘅名同埋一個天使嘅名同埋一個同埋神嘅能力嘅名咧？咁應該係平衡嘅，亦都經文係支持聖父、聖子、聖靈是獨一的真神，但是聖經又很清楚分開他們，就是說聖父差遣聖子，不會聖子差遣聖父的。還有呢，在十字架上的時候，聖子和聖父是分開的，所以他說我的神，我的神，你為什麼離棄我？所以很明顯是有分開，但是又一起的。這件事我們不能明白，我們就怎樣呢？就接受聖經說了什麼就是什麼，就是說接受這個我們不能明白的真理。就好像三個人點會三個人一體咧？唔會噶嘛。但係聖父、聖子、聖靈係三位一體，咁呢樣嘢係我哋唔能夠明白。但係聖經係話一個神，但係聖父係神，聖子係神，聖靈係神。咁我哋就咁簡單咁解釋俾人聽。嗱，有啲人用其他方法，佢話好似水同埋冰同埋蒸氣，凍嘅時候冰，暖啲又變咗水，再熱啲就變咗蒸氣。咁佢就話聖父、聖子、聖靈就係咁。嗱，其實呢個係唔準確嘅。點解咧？咁即係話。冰有一日變咗水啦，咁即係耶穌有一日變咗聖父啦，係咪？係唔啱嘅。另外一種講法，我爸爸咧喺屋企就爸爸，喺公司就老闆。佢見到個佢爸爸，佢就係仔咁。咁呢個又唔啱啊，因為佢同一個人啊嘛，三個身份，所以其實冇一個人嘅形容詞可以形容三位一體。我哋唔需要嘗試，即係話聖父、聖子、聖靈係三位一體嘅神，佢係。聖父是神，聖子是神，聖靈是神，但是聖父不等於聖子，聖子不等於聖靈，但他們工作是一起工作的，是時時一起的。那我們就是深信就是聖父，即是耶穌就是神，他們都是神至高者的兒子。他要將他祖大衛的位給他，因為聖經一早講了，告訴大衛，你的後裔要坐在你的寶座上作王。那而應驗就是在耶穌身上，他就是坐在這個寶座上永遠為王，但呢個寶座係咪到底係咪講以色列國呢？其實就唔係嘅，就係講到一個永恆嘅國度、神嘅國度、天國嘅國度。佢要作雅各家嘅王、以色列嘅王，直到永遠。咁但係咧，聖經亦都講到喎，我哋信主啦，加拉太書話，我哋信主嘅耶穌人咧，就已經係成為亞伯拉罕嘅後裔，所以我哋都係雅各家，我哋屬於雅各家嘅，直到永遠。佢嘅國係冇窮盡嘅，係永遠。
無論佢嘅能力、佢嘅疆界、佢嘅時間都係無窮無盡嘅。我哋能夠加入呢個國係咪好好啊？我哋加入任何嘅國家都有佢嘅限制，有佢經濟嘅限制，有佢嘅不公平嘅限制，有佢嘅人為嘅限制。但係我哋加入呢個天國咧係冇限制喎，無論佢嘅公平公義係絕對嘅，係完全公平，充滿慈愛恩典嘅，而且係恩典更多嘅。是他的疆界是没有限制，他的时间没有限制，而且你一入了去，你一路跟从的时候，你是永远都是无福的。所以我们不要入了个天国，跟着脚又踏出来，又想在世界得回一些东西，又想在世界拿回一些东西，这样的时候呢，两道都得不到。跟着耶稣呢就得到了。我希望大家的心里就跟着耶稣，一起说跟着耶稣，神就将一切都赐给我们，就将我们的生命提升。哈利路亚。好了，圣灵叫玛利亚承认生神的儿子，路加一章三十四节，这才是经文继续读下去。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里要讲到呢，就是即他是童女怀孕。童女怀孕有什么重要性呢？如果他是结了婚生仔，就是人的后裔，人的后裔就会有罪。所以是神藉着玛利亚这个身体降生下来做世界，在世界做人，就不是普通人生的，所以是用一个童女。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在创世纪，神都已经一早答应了，他说女人的后裔，因为普通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嘛，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就是講到將來就是有一個是女人所生的，要傷魔鬼的頭，蛇就要傷他的腳跟，但是他又傷蛇的頭的，是完全粉碎魔鬼的勢力的。聖靈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備你，他的能力臨到你身上，你所生的聖者，這位聖潔的，就是神的兒子來的。其實就是說，就是天上的耶穌進入了瑪利亞的裡面，透過聖靈入咗去佢裏面，入咗去裏面嘅時候咧，佢就喺裏面就懷孕啦。咁所以咧就係神嘅，即係神臨到瑪利亞嘅身上。咁然後咧就跟住咧就喺三十六節咧就講到你嘅你嘅親戚以利沙伯啊，一齊讀下。況且你啲親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時候也懷了男胎，就是那稱為素來稱為不生育的，現在有孕六個月了。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就是怎樣呢？以利沙伯他就已經是年紀老邁了，都沒有生到 BB， 但是神就答應他的丈夫撒加利亞，就告訴他他要生一個兒子，這個兒子就是施洗約翰，他就是同人施洗的約翰。那就他已經即是年老的時候已經不能夠懷孕了，這樣的時候呢，但是他已經有孕六個月了，所以約翰是大過耶穌六個月的。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大能力，神應許一定成就，一起說神應許一定成就，所以我祝實神的應許。你有什麼應許你喜歡的，你就祝實他，先求神的國和他義，一切加給你們。我先求神的國和他義，一切就加給我，聖靈降臨在身上，我們就必得著能力，在耶路撒冷到地極作耶穌的見證。我就相信神的能力在我身上。聖經裡面講到什麼應許，你就捉實那個應許。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耶穌那裡，你就得到安息，所以每一次都可以得到安息。又講到深層的安息，就是呢，耶穌就說我們當負我轭，學我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你就整個心都享受安息。你想整個心享受安息呢，你就負耶穌的轭，做耶穌吩咐你所做的事，學耶穌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耶穌的轭是容易的，耶穌答應了，轭是容易的，我們侍奉是容易的。那為什麼難呢？因為我們自己背著嘛，哎呀，我要有果效，那就難咯。但如果你說神啊，你做工，我就是依靠你，你做工，你成就你的事，我就放心放手，那的時候呢，你就發覺我們這裡中間會出偉人出來，你相不相信啊？你會變成偉人，你會大大地祝福某些人，每一個都是你跟隔離都說你可以成為偉人，
你可以成為偉人，只要你願意的話，你捉實神的應許。所以讀聖經緊不緊要啊？讀了就要記實喎，晝夜思想啊，念了佢，捉實啲應許。神話咗嘅，我哋捉實佢嘅應許。神話咗你會要，即係有能力，你就捉實呢個應許，咁你咧就會有能力啦。好啦，嗱，我哋借先睇到咁多樣嘢喎。基督降生同呢啲有關，有啲咩有關啊？我借先初頭咪講到同聖誕老人無關嘅，係咪？同聖誕樹無關啊，但係同咩有關咧？一齊讀啊！奇妙恩典啊，講到奇妙啊，係咪？智慧測試，佢又是智慧的測試。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無限的政權，無限的平安，公平公義，他又是救主，耶穌救主，又是神的兒子，大衛的寶座，永遠為王。神的熱心成就這事，神的能力成就這事。即是說呢，聖誕是關於什麼呢？就是一個很奇妙的恩典。所以聖誕很多東西的很奇妙的恩典都來到我們身上了，是超乎我們想象的，是有智慧，我們可以有智慧做人，不用做一個蠢人。我們很多時候會做蠢人，買錯東西、做錯東西、講錯東西、認錯朋友，或者任何的決定錯誤的都是愚蠢的。但我們可以有智慧，我們有神的能力，有從神耶穌那裡來所有的恩典，祂又給我們和平的，有無限的政權，我們的疆界都可以擴展的。聖經也說到擴展我們的領域，就是說我們可以影響更多。那我自己都沒有想到我可以去不同的國家，你如果跟我有份，你都可以一起的。其實你已經有份了，你知不知道？你的奉獻都會去到這些國家。當你有一天有這個時間、有這個心力、有這個願意的心的時候，你都可以跟我去這些國家去祝福這些人。即是我們的政權一路加增了，有無限的平安，以及我們行在公平和公義之中的。我們有耶穌做我救主，將永生給我，我有祂 是神的兒子，祂的寶座上作王，永遠掌王權，以及神的熱心一定會成就這些計劃，一定會全部成就的，只要我們聽祂的說話，神的能力是會成就的，因為出於口神的說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那怎樣可以給、讓基督、對不起少了個讀、讓基督做所有的應許做的事呢？有些什麼可以做到呢？一起讀，信主能做其餘的事，讓主做我的測試，讓主做我們的神和父，活出主的平安，先求神的國和義，活出主的大能。就是第一，信心。信心很重要。信心是什麼呢？信心就是捉實神的應許，神答應了我就捉實，神說了祂會給能力，祂會有奇妙的事，祂是我的測試，我就捉實這句說話。神啊，你是說了你是測試，我就捉實這句應許，我就求你給我聰明智慧。神真的會給你聰明智慧的。我小時候說話是甩甩咳咳的，當我一信耶穌開始一講全福音，我跟著講話就不同了。我多謝耶穌，神真的可以做奇妙的事，神可以祝福你的。神是我們的測試，你讓祂做你的測試，你不要自己做你的測試，給神去帶領你，讓神做，讓耶穌做我們的神，做我們的父，活出主的平安，讓我們生命是平穩安靜，不要擔心，不要憂慮，神掌管，我不用背著的。先求神的國，兩個意思再講一次，先求神的國是什麼？第一是想多些人怎樣進入什麼？進入神的救恩、神的天國。第二是什麼呢？神的國在哪裡？就是那裡祂掌權，你的心被神掌權，那裡就是神的國。所以先求神的國兩個意思，希望大家記得。第一就是多些人入天國，帶領多些人信耶穌。第二就是我的心成為神掌權的地方，我家成為神掌權的地方，我去到哪裡，那裡就是神掌權，我教會是神掌權的地方。我們求神幫助我們真的讓神在這裡掌權，那神一切就加給我們了。先求神的義，就是遵從神的一切吩咐，和活出神的大能。那這個要答出的，這有幾個人相信神蹟？有幾個人相信？舉高手，舉定。信的人哪有神蹟除了嘛，是吧？好，放下手。這有幾個你祈禱有神蹟的？舉手。有幾個你祈禱之後有神蹟？我感謝主，都有若干，是不是應該更多？是吧？更多，我求主幫助我們，並且不單止是個個有，是個個有到很多。你並且一樣，你隨時有手機，有一樣可以做什麼呢？
即刻影啊！問佢可唔可以同你影啊？佢話唔係幾方便，整蒙啊得唔得？得得得，咁你就開一個户口，你嘅 YouTube 擺上去，有啲清有啲蒙，就有啲見證，真係祈願到即刻好翻乜乜，你就做見證。咁嘅時候咧，你將來就會有好多更加擴展你嘅領域。譬如好似我而家，因為好多人睇我影片，所以就擴展我嘅領域，去影響不同嘅人啦。救主降生，你有冇讓佢完全喺你嘅心中作掌王權啊？抑或客店冇地方咧？嗱，好多人咧就好似百利行咁啊，客店冇地方，淨係去個馬槽，俾個最卑賤嘅地方俾耶穌住。你係咪俾個最卑賤嘅地方俾耶穌住啊？抑或俾個最好嘅地方，係我哋嘅心。你俾耶穌完全掌權，讓我哋活在奇妙測試全能嘅神永在嘅父和平嘅君裏面。佢嘅政權同埋佢嘅平安係加增無窮嘅，咁嘅時候咧，你嘅整個生命咧係一路被提升，係神嘅熱心，耶和華嘅熱心必成全這事。我一齊禱告，一齊起身嚇。我哋歡迎我哋救主降臨，歡迎救主進入我哋心中，完全咧將佢嘅應許應驗喺我哋身上。神嘅應許應驗喺我哋身上，我哋活出神嘅美善同埋喜樂平安奇妙，同埋佢嘅智慧。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主啊！我們見到有基督徒是軟弱的，很多時候沒有活出神這種的應許，求主幫助我們。我們知道出於神的口的話是沒有一句是不帶能力的，每一句說話都帶有能力，帶有應許。你的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全一切的事，求你幫助我們捉實我們的手，捉實神的應許。我們伸隻手出來，神啊，我們捉實你的應許，我們握緊你的應許，我們不放手，我們掹住你，我們倚靠你，我們跟從你，我們信靠你，我們行你的路，我們不偏離你的路，完全行完你的路，你的恩典就一路隨著我們一直到永遠。神，你的政權是加增無窮，是沒有限制的，你的時間沒有限制，你的領域沒有限制，你的智慧能力沒有限制，你的公平公義沒有限制。多謝天父，你將很多福氣給我們，我們歡迎耶穌，多謝耶穌，主耶穌降生，多謝你，真的好，多謝天父，多謝天父，多謝主耶穌，你降生真的好，多謝天父，你應許耶穌帶來這麼多福氣，主啊，求你幫我們捉實你的應許，活在你的應許裡面，我們日日就平安喜樂，日日都充滿能力，日日都能夠衝破一切的困難，什麼困難我們都不用怕，什麼的難阻我們都不用怕，什麼惡人我們都不用怕，因為我知道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全這些一切的事。當我們跟從神的時候，地上平安加給祂所喜悅的人。主啊，地上的平安是加給神所喜悅的人，就是那些跟從神的人。主，求你幫助我們成為跟從你的人，榮耀歸給你，多謝天父，讚美天父，求主祝福我們有一個美好的聖誕，美好的新年，在新的一年我們活出神的計劃，活出神的方向，活出神的奇妙的恩典。多謝天父，讚美天父，我們有信心，當我們進入2018年有更新的路，更高的路，更奇妙的路。多謝天父，主啊，我們深信一切在你裡面是沒有難成的事，求你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配合一切，我們跟旁邊一個拖著手，神啊，幫我們這個教會合一，幫我們教會合一，因為合一的時候有力量，不是只是某些人去做，是個個一起去做。神啊，幫助我們合一，一起，我們一起呼求主，神啊，幫我們合一。當我們倚靠你的時候，行神你的路的時候，神啊，你的公平公義呢就加增無窮，神你的恩典就是加增無窮，你的國權加增無窮，你的政權是無加增無窮的。感謝天父，主啊，求你賜給我們合一的心，愛教會的心，愛周圍的人的心，願意將人帶到神的國裡面，願意委身跟從你，行你的路。主啊，我們願意行你的路，這樣的時候神你的恩典就臨到這個地方。主啊，我們願意在這個地方成為你的國度大大彰顯的地方，這個地方成為神的國度大大彰顯的地方。多謝天父，感謝天父，主啊，幫我們合一，我們一起呼求神啊，神啊，賜給我們一個合一的靈。愛教會不是只是說，不是只是說，神啊，你醫治我啦，安慰我啦，而是我們愛教會，我們付出的時候，神是歡喜的，神是喜悅，神一定祝福的。多謝天父，
神啊，赐俾我哋合一嘅心。我哋点样合一咧？一齐我哋宣告啊！主啊，我哋合一去爱你，一齐讲啊！主啊，我哋合一去爱你，我哋合一去祷告，我哋合一为教会祷告，合一为教会嘅领袖祷告，合一去传扬福音，合一去负你嘅轭，合一去负你嘅轭。去侍奉神，學耶穌的樣式，彼此相愛，互相關心，神一定歡喜的。多謝天父，感謝天父。